470毫克嘅钠，其次系干烧伊面、肉酱意粉、干炒牛河等等。其中一间餐厅嘅味菜排骨炒面，一碟有近5000毫克嘅钠含量，相等于2.5茶匙嘅盐。单系食一碟，已经较世卫标准超标1.4倍。知道，但我唔系好注意嘅。知道食得多唔好。点解咧？惯咗啦，食碳食唔多。會注重健康嘅，我哋都係啦，係啊係啊。咁但係會唔會因為可能會唔會話特登因為健康而改變可能食其他飯咁就唔會嘅，係咯，食多啲菜咯，夜晚係咯，平衡翻咯，係咯。食安中心話，過量攝取鈉會增加患高血壓嘅風險，可能引發心臟病、腎衰竭等慢性疾病。鈉其中一個營養素嚟嘅，咁就都是需要的，但就不是過量，未必就是說我一餐半餐就會影響到的，比較長期和看個份量的，每天都應該要個鈉的含量都不是那麼高。2-0，洛特的教練賽後就說球隊已經盡全力，或者實力的確不及對手。多蒙特第三球來自舒姆沙的罰球，門將擋到都入，多蒙特最終大勝3-0，四強會硬撼拜仁慕尼黑。無線電視記者楊浩然報道。天氣方面，預測天氣清涼，大致多雲，今晚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嘅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多雲，朝早天氣清涼。而家氣温17度，相對濕度71%，紫外線指數係4，強度屬於中等。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中。稍後會有另一節新聞。